侬刚刚就是讲，侬就是跟一个人去借房子是吧？借房子3500块。跟着五千多块工资，搿3500块剩下来就2000块了。5100块工资。2000块勿到来剩下来。那么老妈妈，那么侬现在个生活，侬觉得还可以不啦？那侬讲呢？囡恩老孝顺的，就满足了。啊，对呀。没办法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心态老好。心态好。俺囡恩讲，老娘我一枪头拿20000块，我讲了，我讲不来塞了。医生才是我学生子，病假都能开。哦。侬退休，等到退休。退休工资多哎！50岁退休，伊现在拿2张卡，工资越太多哦。我学生子，我第一人民又搞过来，东方又搞过来，第四人民又搞过来，上海自来水公司、煤气公司、电灯公司，侪是我学生子。我在，伊拉对我在老好。那侬开头讲啥？搞跳舞是吧？跳舞、画图，小朋友画图，大朋友跳舞。可现在侬搿能介岁数，还会得外头去走走咯，公园里去跑跑咯。屋里向呢勿准我出来个，搿么我自家要出来。搿关放风我关高呀。关了屋里，搿么关了屋里要关死了。我读啊，我美我啊。哦。本来新民夜报，我画出来个物事。等啊，现在勿等了，现在年纪大了侪勿准我接触。
那么侬介许欢欢喜华侨，搿么跟张老平搿种人有关系伐？张老平蛮出名。认得啊，张老平就在我学堂追过的。就漫画家是伐？漫画家张老平出名。我搿搭海辰光侪，我侪辣，蹲辣来村里向。哦。现在叫来村。我还没有追过啦。搿么侬就生活就搿种就近的走走了。阿拉学生最多，在上海是旅游的了，才会得来接我去。哦。上海是一天旅游的，才去的。搿侬现在呢？现在不高了啦。现在还有个别学生子。还有个别学生子。老人，还有小朋友。哦。